大伟，你每天都6点起床去锻炼，现在9点1刻，你怎么还不起床？我头疼。嗯？你嗓子怎么样？我嗓子也疼。我想，你应该去医院看病。我身体没问题。不用去看病，我要睡觉，不想去医院。你不去看病，明天你还不能上课。好吧，我去医院。现在去还是下午去？当然现在去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今天天气很冷，你要多穿点衣服。